这间油麻汤是伫台南。你靠了嘞，真无人，真无人，我大概来拢，啥物店面都无啊，高点人有吗？上班有吗？有啊。你有看了不错，好好好，我晒。没，我给你看好。好，你看了，看好啊。我给你用羊舌头，你买无？羊舌头，啊，还有羊舌，哦。再看看。哦。垃圾一个。垃圾一个。因为伊是无名，所以敢那内行的知影来遮尔。这间上盖早是伫大菜市啊内底，也就是伫江水河八宝饼的附近尔。先吃，先吃。先吃，要不然落去。哎，先吃哈，啊无你卖饼。卖。你若爱汤吼，你当加一寡咸菜啦，汤会当加一寡咸菜啦。哦。有在汤啦，那汤都不错了。我先推吧。嗯，推吧，算讲咧。切汤的，切汤的啦，啊！这油个拢无用个。哦，这油，啊！这油不甜哦。拢不甜啊。哦。嗯。哦，这样子，切这些你这要甜的吃啦，吼。我咧在做迄个金麦。做金麦。哦，金麦在控火锅去啊。用控的。哦。啊，要吃也是对啦。本地的大菜市啊，阿即马搬来富锦路，生意吼阁如何？台南人咧食牛肉或者是羊肉，大部分拢会食迄种温体宰杀。即间透早五六点啊就开始啊，卖到中昼啊就差不多无啊。在前一天。大家电话联络，啊，无就无，无就无，无就无啊。这边是羊舌，张嘴号边的，羊杂嘛，羊肝、羊心、羊腰，羊杂、羊肝、羊心、羊腰啊，羊腰控吧，意思就是羊腩啊那样的控吧。哦，看看也最好吃，哎呀，鸭腿。羊小腿，安来较好啦。哦，规只羊拢食哦，只好闻。这是姜啥？羊腩啊。啊？羊腩啊。啊，你即摆，你即摆姜啥未出来？无无姜啊，爱切了，你那是大块。哦，切了肥大了，对吧？对啊，它本来就一大块，你要切啊，没有切怎么吃？哦。要一就一碗，五就没问。你那个六桌，那是要吃油麻卤，嘛会当栽配哦。看起来这嘛是几只羊拢有咧处理，安尼才是对食材上好的利用。